为催打疫苗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承诺，依与内政部协商，士林移工不会因为打疫苗而被捕。不过，新竹县一名50岁菲律宾籍士林女移工看到新闻后，7日前往新丰乡卫生所施打 BNT 疫苗，因缺少证件，医护人员报警一查，发现女移工已失联近2年。打完疫苗后，警方后续仍将她移送专勤队处置。中国深圳市共进电子公司为吸收台湾高科技人才，竟以假外资回避投审会规定，在新竹台园科技园区成立同进科技，进而大肆猎人头，将我研发成果传回中国共进的伺服器内，且招聘人才也需先经中国共进高层同意，回传基本资料。新竹地院依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，将同进总经理与经理判刑5个月与3个月。黄姓枪手上个月枪杀新店咖啡商后，潜逃中国厦门，在防疫旅馆隔离。在黄南隔离期满后，中共国台办7日称，厦门市公安机关决定将该黄姓嫌犯遣返回台。对此，陆委会肯定，并指出，我方将配合中方有关部门做好遣返嫌犯相关事宜。刑事局也表示，案件依相关程序办理中。民进党立委高嘉瑜遭男友林秉书施暴，扯出网军带风向案外案。有网友发现林秉书的维基百科内容曾被修改，编写者的 IP 更被证实来自交通部公路总局。对此，公路总局今天表示，经对特定电脑进行调查后比对，发现员工有维基百科网页浏览记录，但与该案无关。至于是否进行变更，仍无法证实。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。